就觉得我自己根本就是举重选手。吴佩慈怂包喷母爱，自嘲带三娃过举重人生。当妈以后真的比较邋遢，哎，是个主妇的袋子东西真的很多，生孩子包治百病，真的太困了。第一百一位婚夫纪晓波生下三个小孩的吴佩慈目前定居香港，现在她重心全在孩子身上，趁着暑假带宝贝们回台放风，顺便到苹果时尚造型抽查结果。我永远都是小包加大包。当妈以后就觉得这些药膏很重要，口罩是必备的，因为我常陪孩子上课，其实传染病很多。所以这个口罩并不是因为怕人家认出来，是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没有在干这种事情，因为变成有那种妇女的心态了。啊，我觉得好舒服，一踩进去觉得像到天堂一样。是，如果平常带孩子，不可能可以穿高跟鞋，因为我老三还很小，都需要抱，我的腰受不了，所以我还是会带平底鞋。真的要封你一百分妈妈了，宝宝 Seta 都跟孩子户外玩耍有关。家庭主妇的工作比我想的艰辛很多，对主妇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敢不敢，阿木最伟大热，时尚动新闻，就是举重的人生。报道。